对，我下班了，有事儿啊？咋的？喝酒去？不是，怎么下班以后非得喝酒去呢？我跟你说，我去不了，我媳妇儿在家呢。啊，改日啊，哎，街坊邻居们都在这儿呢。哎呀，最近我这些朋友们啊，老说我说我怕媳妇儿。哎，你们给我评评理，我钱顺风是怕媳妇儿的人吗？这不是怕，这是爱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们都得学学我啊！看完了范美丽，赶紧回家，媳妇儿在家等着你呢。我得赶紧回去了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顺风啊！哎，你们公司到底是几点下班啊？5:30呢？那都5:35了，咋才到家呢？媳妇儿啊！我不是还不会飞呢吗？是哈，行，原谅你了。你这干啥呢？没看出来呀？啊，给咱儿子叠尿布呢呗。哎呦我天哪，这都啥年代了，咱儿子还用尿布呢？我记着我那小时候跟儿子差不多大，我都用尿不湿了。你用尿不湿了？嗯呐呗。你是把裤子尿了没换精湿吧？这布料哪来的？都是这个、啊、是我爸那个老头衫，不要了，大姐给做的。这个、啊、是大姐和大姐夫用了20多年的床单，没舍得扔，给咱儿子做的。多好啊！哎呦，这个好，哎，这个料一看就好，你看放脸上都舒服。这是你那个西服的内衬。哦，西服内衬给孩子当尿布了？啊，我大姐说的特别有道理啊。她说这西服你穿上看正面就行了，里面没人看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说这两天穿我这个西服咋这么逛荡呢？你咋不拦着点大姐呀？这不废话吗？大姐那体格你能拦住了啊？天，我跟你说，我大姐在这家里说啥就是啥。哎呀，行了，把这都收了吧。啊，我给你个惊喜。那就不用收了，这都是大姐的活儿。来，收了你的惊喜吧。自己看。哎呀！哎呀，这是啥呀，顺风啊？包。哎呀，俗话说得好啊，这包治百病啊。我知道。哎呀，顺风，你瞅这小包的小质量真不错呀，是不是？那关键是你太会挑了。挑？哎呀，媳妇儿啊，啊，这包可挑不了。啥意思啊？这包全世界就这一个。真的假的呀？那我跟你说，这应该是意大利的。你咋知道呢？你这写着呢吗？这不就塞波罗？你可别扯了，你还会意大利文？你个扯淡！特贝拉科萨，那有了那才说嘞，那里亚塞内那多。Pona tem festa, bella lia festa, pale gana festa, che bella cosa na yulna, te sole. 意大利原文，我的太阳。我的天哪，顺风，你简直太厉害了！意大利的，哎呀，来吧，老公，啊，我都背上这小包了，啊，形容形容我。哎呀，我形容形容我媳妇儿啊，哎，这小包一背，四个字的成语，说，独一无二，漂亮。不过就这个牌啊，我是真没听过。你猜错罗？这个，我跟你说，塞波罗应该是个人名。你怎么？哎，是一位制包大师。他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的制包事业。哇，哎，那为什么就这个包它是独一无二的呢？它独一无二的肯定就有故事啊。啊，故事是这样的，这个塞波罗先生，哎呀，这个塞波罗先生92岁高龄的时候生病了，就躺在病床上，左手打着吊瓶，右手拿着针在缝你这个包，一针一线，当他缝到最后一针的时候，他这个吊瓶也滴完了最后一滴，然后他就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包还有这么一个凄美的故事呢。那呗，顺风，媳妇儿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不能！哎呀呀，这牌子干啥呀？这牌子干啥？不是，你俩是不是两口子？是啊，是啊。那怕啥呀？接着抱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两口子怕啥呀？就是、啊，就是。对呀、啊，家人们别忘了加入我的粉丝群，下播以后跟你们一起玩微乐家乡游戏，亲友娱乐就用微乐。对对对，而且还免房卡、免下载，地道的家乡玩法。对，咱们下播一起玩啊！耶、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这身穿搭。哎呦，二姐。啊、你先帮我录一下，行，对对对，录一下，录一下，来，那个、啊、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。你们看啊、嗯、我今天的这身穿搭呢虽然不是很贵，哎，但很好看，是吧？你们看我这小衣服漂亮，你们再看我这牛仔裤漂亮，你们再看我这小包漂亮。钱润哥来吧，刚才我这个独一无二，他那个独二无三是咋来的？宝宝们，再见！处理一点家庭矛盾啊。小米粒啊，你这包哪来的啊？买的呗。二姐，嗯，咱俩包一样的啊。嗯。那你刚才说什么独二无三是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二姐夫，你又讲故事了吧？对，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，差点给我干落泪了。来吧，钱润峰，接着讲吧。其实这个故事非常……你别扯那没有用的，你就从赛克罗什么92岁，这边打点滴，这边缝包，我这毒液打的咋回事？这个塞帕罗先生打完了吊瓶以后，病好了。哎呀，哎，他病好了，哎，他病好，从病床上起来以后。他发现做完了这个包他剩了一块皮子，于是他就想做一双皮鞋，但是当他做完了一只的时候，他发现再做另一只皮子不够了，于是他又决定把这只皮鞋拆了又做了一个包。哎呀，那我俩谁的包是用鞋做的啊？你这个不信你闻闻。哎，凭什么就是我的呀？不是，你就是啊。现在是2:30，鲜花客户代表2:45准时到达，不过我今天太忙了，宝洁，等一下你记得帮我跟客户对接一下啊，咱们3:00预热直播准时开始，没问题。喂，妈，相亲？哎呦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我现在事业刚刚有起色，搞对象的事能不能往后放一放啊？什么？人马上就要到工作室了，哎呀，我都跟你说，哎呀，行了，妈，我知道了。你妈又给你安排相亲了？是吧？你说咱马上就直播了，她不跟我这添乱呢吗？没事儿，你就用最快的速度把她拒绝掉，这事儿你有经验呢。我有什么经验呢？你想想王小倩呢？那我确实有经验呢。你妈给你介绍这人，帅不？就跟我说这个人吧，西装革履的，一表人才，说是手捧着一束玫瑰花，马上就说的是不是我呀？哎呀，到了到了。请问哪位是范小米儿啊？他是这样，你们两位好好聊一下啊，我先下去了。王小倩，王小倩，王小倩。王小倩是谁呀？王小倩儿，嗯，王小倩儿是谁都不是，你不用理他，来，请坐。哎呀，来之前就听说是个美女啊，这一见着啊，真是眼见不如闻名啊。啊？啊不不，闻名不如眼见呢。这一见个女孩，我就有点紧张呢。请问怎么称呼你啊？我叫赵达呀。赵达雅？没有雅。赵达。哦，赵达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花也拿来了，你看咱这直播间我放哪合适啊？哎，先不用放啊，我还没决定要呢。呀，还没决定要呢？啊，那是这中间有啥事儿没谈妥人呢？不是，你看是这样啊，咱们毕竟是第一次见面，对不对？嗯。先相互了解一下。啊，那应该。嗯，那个，您贵庚啊？我28呀。28呀。不行，年龄不合适。这年龄咋不合适呢？我可是农科大的高材生啊，你看这花我都拿来了，年龄咋出啥问题了呢？这花是不错，关键是人。人咋的了？
哎，不是，就我个人吧，比较喜欢那种成熟稳重类型的。哎呀，你这早说，还是我老舅来好了。你老舅？对呀，本身就应该我老舅过来跟你聊啊。你老舅多大呀？53呢。53？你闹啥呀？一点诚意都没有。不是，你就对不起。咋就没诚意呢？哎，别，你别赶我走啊！我觉得咱俩互相是不是彼此给个机会呀？那我应该是给你机会，给你老舅机会啊。给谁机会都无所谓呀，你别让我走就行了，回去我老舅那没法交代呀。行，我这还一堆事儿呢，我真没时间招呼您啊，对不起，请回吧啊，再见。范小米呀，你不能让我走啊，回去我老舅没法交代呀。你好，请问有人吗？你好，来了。啊，请问这是小米粒工作室吗？您是？啊，我找范小米女士，已经预约好了。这么准时吗？啊，来吧，坐吧。不是你谁呀？啊，我就是范小米啊。哎呀呀，你好你好。哎，你好，长得真漂亮。谢谢。怎么称呼你啊？啊，我叫知一。知一，啊，知是那个知否的知吗？啊，不是，它是一枝玫瑰花的枝，枝枝玫瑰花的枝。哎呀，你看看这名字都这么专业，这爹妈给的也没法选呢。哎，宝田，哎，客户到了，好好沟通一下啊。那个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李宝杰，这位呢是知一先生。好，你们好好聊，我失陪了啊。好。报看可以撇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的妈！这个看见了吗？吊牌还没拆呢。不行，这个可以啊。二米啊，这我塞不进去呀、啊，这个使劲塞呗。哎呀，我说二米粒啊，啊，这好衣服就扔呗，多白瞎呀！我看我能穿不？妈，你当脖套还差不多。哎呀，二米粒啊，不是妈说你啊，你说你这孩子前两天买了几套衣服，这立马就喜新厌旧了。对啊，我不稀罕，不稀罕就扔啊？是钱那么容易挣吗？啊，你攒俩钱行不？留着挣用行不？行啊，你有俩钱你就嘚瑟，你真是你让我生气，你知道不？你说这么好衣服说扔就扔啊，这呀，啊，谁家过日子都有啥呀？是啊，妈。哎呀，你听我，你妈我年轻时候啊，那一件衣服穿好几年呢，那是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害三年。老大穿完老二穿，老二穿完老三穿，老三穿完老大穿，老大穿完行，怎么又穿回去了呢？不妈说那个改一个超短裙吗？对呀，我给你大姐改个超短裙，那还穿好几年呢。对啊，你说挣钱容易吗？这钱是大风刮来的啊！你就听妈话吧，这么好衣服能将就穿，哎，就穿吧。哎呀妈，行了，我的天呀，咋的了？我实在太磨叽了，你。哎呀我那个老大老三，你俩顶上，我歇会儿。不是，我二米粒，你跟妈来这套是吧？你跟妈来这套对吧？小米粒。别像没事人似的，给我过来。不，我说你这大学毕业了也不好好找个工作啊，成天晃晃的像个眼前花似的，你干啥玩意儿你啊？我这不准备考研呢吗？啥玩意儿？你考研呐？啊，哎呦我妈，就他还考研，我看你是研究头发整啥色儿，再整个什么脸儿啊，买件什么样的衣服才露肚脐眼儿吧？啊，你说你，好，这挺大的丫头，你说你让我生气不？啊，生气不？妈，人家那叫时尚，懂啥呀？啥时尚啊？啊，你瞅那衣服大胡子小眼的，不开线都整开线了，扯稀巴烂，穿身上还小挺好看，你说这玩意儿？好看你自己看吧，瞅瞅袜子还整的钉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也不怕扎着谁，你瞅你那小米立着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啊，有这么跟你姐夫说话的吗？啊，没大没小的。没事没事，妈，没事，妈妈，妈妈，不是，我说你们嗷嗷的喊啥呀？啊，这大的闹，小的吵，还让你这当妈的
省点心不？妈，你看他一回家就疯，谁惹他了？回来就管我叫二驴子，二驴子的。叫二驴子就叫二驴子吧啊，反正你也不踢人。妈，妈，这可不对啊！她可是你亲闺女，她要是驴，那您也差不哪儿去。爸，你坐。你这孩子也是，那是你亲二姐，什么玩意儿？张嘴闭嘴叫二驴子，二驴子的。爸，说的倒挺对。今天咱们家是乔迁之喜，大喜的日子，大伙儿聚一块容易吗？都板板你们的小脾气，必须微笑，嘴角向上，每人露出八颗上牙。啊，对对对，我给你们做个示范啊！哎呀妈，你啊，你，哎，我说老头子，你干啥呢？我满嘴就剩六个，我上哪给你弄那俩？咱可说好了啊，从今天开始我就跟你绷脸造，你要再看见我跟你有一点乐模样，我就随着孩子们管你叫爹。哎呀我呀，这一进门就有人喊爹我呀。哎呀老王大哥呀，你咋来了？你学恁家那个乔迁之喜，我能不来吗？对不对呀？在家是让你失望了吧？哎妈，你打错了，我没看见你。我说您老哥俩见面就掐，掐了一辈子的你。哎，那小伙是谁呀？咱们小区的这物业经理啊。啊，我是这个小区的物业经理。刚才你们搬家，把这个箱子拉在小区门口了。啊，你学学恁家这些人，你怎么脑都有病啊？像那个愣面不要了，人小伙就搁那给你看着。你说我要不学，我和他一块给你搬来家，人小伙还搁那站着。哎呦，真粗心！谢谢经理，谢谢经理啊！没事。老王大哥也谢谢你。啊，不客气不客气。谢谢他干啥？哎呀，那大箱子落外边了，人家给抬进了，不谢吗？就范奶奶，只要家里有您在，就算箱子没落门口，我爷爷也能把自己箱子拿来给你送去。哎呦，这了解我，这把这箱子接。